说声不好啊，就能这样子，啊，是吧？你这玩家，我说声不好，喝点不好嘛，那比较惨。这个我就庄家了，这里面的肉怎么越吃越香？对啊，这个还是吃到是准备，这个还是可以，要看着也别坏了。没有，是人工去弄，他那个种了就到最后就拔了，没去打理过。拔的时候还很多蚂蚁啊，我的妈呀，那个苗上面的。现在开茶话会似的。